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，人子啊，你着对这个地讲，你是未得着生气的地，伫大生气的日也无落雨伫里遐。伊中间的先知拢结落，亲像泡屎掉着所唱的面，因吞食人的心魂，像人血财宝面，互因的中间的酒瓜人搁较济。26节，伊的祭司归带我的律法，设落我的圣所，无分别圣的甲粗俗的，也无互人分别无清气的甲清气的，搁毋目睭毋看我车的安叫你。我也伫因中间受折磨。27节，伊的贵族亲像豺狼了着所抢的命，害人流血，伤害人的性命，爱得到不义的钱。伊的身体亲像用溪水甲因浸白，看富贵异象，用白菜甲因食饱，讲主耶和华安尼讲，其实耶和华无影讲。29节，国内百姓一味惊压制，惯人抢人。恢复送乡困苦的无精力企业厝外人，我伫中间找看有一人通来围墙，伫我面前为着这个国徛伫挂起来所在，互我无走袂伊，总是找无一个。31节，所以我用我的痛恨拼伫因的顶面，用我大生气的火灭因，照因所行的报应伫因的头壳顶。这是主耶和华讲的。愿上帝赏赐咱智慧明白伊对咱的教示，一时献歌队。